边啦，第二个是公平啦，毽子球，山东腔用山东腔。简直！道强，道强，道强，你站起来！道强，哎呀，道强，我们很好啊。哎，到底谁发明香圈来的啦？早安，早安，早安。好，迟到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好，迟到。好，不要，不要。好，压力超大，真的好。有迟到，对，余翔，等下我真的七点半出门，一个小时。好，对吧？不能怪他，因为他家住在北投，但是坤达家也住北投。靠近靠北，没有在乡村，人家住桃园的，抓一个小时，没有抓一个小时，真的抓一个小时。快点，快点！哦，这个难。什么？啊？哎，我们可能用不到他们三分之一的。这个很难。哦，这题很难，这个难。这个人搞不好，这个东西搞不好，有的人一辈子没有玩过。好的，说出来。牧人，稻草人，在稻田里面的那个叫什么？稻草人。对啊，稻草，稻田里面当然是、啊。再给我一点，再给我一点，再给我一点。有时候无聊时候在家可以玩的。有的。我给你提示了吧？啊？不要高音，不要讲话，真的啦。啊，糟糕。可以吗？再多画，再多画，再画。要很多个就可以完成一个作品。多个的，你跟他们讲太多了。真的吗？哇，玩都10分钟了，笑死了。就很多个，你就会完成这个作品。好了，安利还不错，已经很多了。对呀。哦，其实蛮清楚的，他是那个叫什么？什么球？哦，对，什么球？什么球？什么球？那个弹起来那个叫什么？他叫什么？我不知道叫什么啊？对对对对，叫什么？他叫什么？叫什么？斜地球？不是不是，抛接球？不是，什么球？平衡球？不是，杠杆球？不是，我不知道他那个名字嘛，他有那个专有名词，他有专有名词。他到底叫什么球？他就是抛起来接他，就这样啊。他现在叫那个东西，但是。抛起来接他，你把形状画出来，你把形状画出来。我知道，第一个字。那你可以猜字了，好不好？可以招，猜字。好，那你可以猜字。对呀，刺。哎，不能做表情的。没有啊，我这样刀刺啊。你可以第二个刺戳球。这样画，我跟你讲，第二个刺装球。第二个字，你不要被影响。第二个字也可以让你画出来。第二个字，第二个字可以画出来。我们让你猜第二个字。第二个字很难画啦。先画第一个字啊。想想看，刺。你画，你管。你要找一个臭男的给我干嘛？赶快，可以再画。猜，不能比差。我跟你讲，画的不能比。差。你不要放弃，你继续画，我给你提示了，好不好？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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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擦毽球，擦球，给他了，我给你了，第二个字公平了，毽鱼球，够了，对，两个字哦，第一个字毽装，他也是给提示的，这边这样还看不出啊，毽鱼。对啊，继续哦，哎，继续啊，继续哦，哎，已经给你这样子了，山东腔用山东腔，简直，哈哈哈哈哈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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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呐，放低头才不要反应，快点呐，快点，快点，你快点。是北京的剪鱼，他在剪鱼呢。哎，别吵，别吵。火箭，快点，快点，下一题，下一题。哇，太快了吧，宪哥。哇，哎，差点猜晕了。剪鱼。山东腔剪鱼。剪鱼。这太简单了。蛋糕。我这题会卡。生日蛋糕。这题会考金字塔哦，我知道哦，那个
解约。解约，解约。停车场。解约。Castle 城堡。啊，对 ，Castle 是吗 ？OK。好，黑队十分零两秒，黄队的分数是8分49秒。谢谢林丹。绕翔，帮忙啊，林丹。晚了，我立达到妈妈了，我不要剪了，辛苦了。哎呀，这两位是绝对啊！干冷啊！我们很好啊！哎，到底谁发鱼香拳来的啦？我不要停了，停了！哎，快了，谢谢老乔，老乔，谢谢，冤到了，快了，老乔，哎呦，老乔，谢谢老乔。哎呦！快点！他两个而已，啊，两个而已，两个而已，快打！赵翔，你不能，赵翔，真的，他不会，赵翔，你等下给我出饭店钱，去吃外面，赵翔，好，赵磊，快，好，赵磊，快走，赵翔好棒，赵翔。哎，后点而已。帮我拿那个鱼。哎，没有，没中。绕翔。没有。绕翔。哇，谢谢绕翔。啊。对，幺幺一只。有了。很会抓鱼哎。哎，果然是野的。好，来就定位。不要看了啦，打包行李各位，来打包行李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很晚了，走开，好，来，绕翔，好，黑队2分57秒，黄队所用的时间3分12秒，谢谢绕翔，谢谢绕翔，好的，赶快绕翔，绕翔，谢谢，我们要听到，你要听到。床可以睡了，哇，这个都不能说了，不是你先生啊！你看这个他是要随着那个力量这样出去。你看，仙哥丢我一定是都接得到的，完美都一定都接得到，一定都接到，那撞也可以，接不掉。你们这样，阿妈，你是不知道真的要去睡外面的，哎，好了啊，那我们就五星级饭店，兄弟们。